各位五年级的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的网课呢，是讨论上个星期的网课练习。那么第一题，做事草率的明杰最近又被公司解雇了，哪项的"率"和上面的字的"率"的读音相同？那么答案呢是 C，为人坦率的静。恒待人彬彬有礼，因此人缘很好。那么在这里呢，A 它那一个是出席率，B 是效率，然后 Donkey 呢是频率，全部都是率，除了 C，C 是坦率的率。那么接下来第二题，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向路过的行人乞讨。哪项的"宿"和上面句子的"宿"的读音相同？答案呢是 A。哥哥自小毕业后就到寄宿中学求学。那么第二题的 B 呢是借住一宿，然后 C 是新宿，Donkey 呢是待了两宿，所以只有 A。寄宿的宿是跟上面露宿街头的宿是同样的读音。接下来第三题，篮球场上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在打球，哪项的"朝"和上面句子的"朝"读音相同？那么答案呢是 A 朝阳。第三题的 B 呢是朝代。西是朝野，然后 Donkey 呢是朝向。那么第四题，号名及时悬崖勒马，改过自新，因此获得了家人的原谅。哪项的"勒"和上面句子中的"勒"读音相同？答案是 C 勒令。第四题的 A 是勒死。B 是勒颈，然后 Donkey 呢是勒脖子。除了 C 以外，其他都是勒，所以就只有 C 是跟上面悬崖勒马的勒是同样的。那么第五题，以下哪项的业字应念作业？那么答案呢是 A 哽咽。第五题的 B 呢是咽气，C 是咽喉，而 Donkey 呢是狼吞虎咽。第六题，以下哪项的降字应念作降，第四声啊？那么答案呢是 C，降低价格。第六题的 A 呢是投降，B 是降服，然后 Donkey 呢是降魔除妖。那么第七题，以下哪项的"炫"字应念作"炫"？答案呢是 "donkey"，旋风。第七题的 A 是盘旋，B 是旋转，然后 C 呢是旋律。那么再来第八题，以下的"调"字都念作"调"，除了答案是 "donkey"。调皮捣蛋。那么第九题，以下的"塞"字都念作"塞"，除了答案呢是 A 茅塞顿开。那么最后一题，消防员舍己为人，奋不顾身地冲入宿舍救人，并扑灭了大火。那么以上句子中的"舍"字。一字念音念作，答案是 B，一个是舍第三声，还有一个是舍第四声。所以第十题呢是舍己为人，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宿舍。那么五年级的同学们，今天的网课就到这里，只是跟你们讨论答案。那么请你们在家好好的做你们的考试。及温习功课，然后呢，也别忘了在家要好好的喝水，多喝水，多休息。
别乱跑出去。